九月九日，田云贤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行。随着个人传记《我非等闲》的持续热销，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到田云贤的传奇人生，了解他的奋斗历史，学习他的成功经验。田云贤用文字记录了自己从事武术教练、国际商战训练权威教官的人生经历，披露了新一代商界精英成长的心路历程。此次多部原创新书也即将面世，这次书籍《我非等闲》也会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，不知田云贤老师会不会亲自出演呢？接下来《我非等闲》里面的改编成为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，或者是网络微电影或网络电视连续剧的话，里边有一些在15岁之后的镜头，我会尽量的以我为主演，然后尽量的进行情景再现，然后尽全力。其他的比如说像《行销战神》这样的书，然后也会尽量的以故事的原型为情景再现为展现，这样呢是为了保证给所有的观众和粉丝一个最完美的最真实的故事。自从6岁开始爱上武术训练，田云贤老师的训练生涯已经历经了21个年头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把他亲手打造的享誉世界的商战系统课程设计成了训练教程。在采访中，田云贤说起做教育训练多半也是兴趣使然啊。做教育训练行业是我无比热爱的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从6岁开始我就比较喜欢训练，9岁开始正式做训练，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，应该是将近21个年头做教官了。所以我觉得做教育训练可以帮助更多人，这样的话呢，我感觉是我对我来说一生都感觉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谢谢。非凡娱乐上海报道。